而哭成这样是发生什么事？原来是他出席公益活动，谈认养史瓦基兰儿童，看见他认养的女儿，整个泪崩。因为我上次看到他，到我下次看到他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。所以一年的预算就是希望看看能不能目标十位。他做居民说他也领养几个，当然有啊。我们其实他是他主动提的，要不要一起领养多一点？然后我们这一笔预算就。给他们用，我说哇，好哎，是认真的吗？因为其实我一直很想做这件事情，然后他又就是读到我的心了。那君，你知道你有跟小孩子打成片的能力吗？这个应该知道吧，但我没有聊过这个，我没有跟他打成片的能力，我打赢他的能力。两人大方认爱，没想到追到刘一儿也不简单。因为其实我们还没在一起之前，很常去爬山，所以是在山上告白。是告白完之后，我在犹豫，在考虑，也不是考虑，就是在想说服自己要跨出勇敢那一步嘛。那跨越可能6到8座山头，其实蛮那时候蛮珍惜互相的时间，所以连吃饭都有点觉得浪费，很想好好的聊一聊。然后我就是因为我爱吃地瓜，我就说哎、欸，我不然我们去全家买个地瓜吃好了。他说哇，跟你约好省。爬山吃地瓜，可是就不用花钱嘞。会有人这样讲话的人。